哇，那你呢？我吗？我自己其实也是，我其实我年纪越大，我越洁癖。我是说他有没有约你？哦，他有了，有了，足球哥有邀我，我们一起打桌球。你也洁癖？对，我超级无敌洁癖，就是比如说我每天一定要擦地板。而且我擦地板不是用拖把擦，我是用手去擦。哦，就是我，就是我就觉得，对，我跪在地上擦。那屁股要翘起来吗？嗯，要压力，不用翘了。然后擦地板还搭配穿衣服，有啦，有穿衣服。哎，好像没有穿，因为是洗澡之前。哎呀，对啊，反正自己房间嘛，就自己房间把它擦干净。就是比如说看到头发什么，我都会受不了。然后吹完头发，不是有时候会掉一些头发？头发一定要剪哦，一定要把它剪掉。一定要剪，我也是，一定要擦，一定要把它剪掉，不然我真的受不了。但我之前还有遇过，我之前还有遇过，还有没有？我但我之前有遇过很邋遢的女生，就让我吓一跳。就是我真的在爬山的时候遇到的。你跟祖祖吗？没有，不是祖祖，那是不是祖祖？不是祖祖，就是那时候一月份的时候，那不是很冷嘛？那时候山上都在下雪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他们不是祖祖，就是小猪云，小云呐，小猪人，小云，小云，小云姐应该不能爬那个，小云姐应该干净。对啊，你爬山的名单我们都知道了。哎，祖祖哥也进来了，小猪吧，然后乱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我们爬山那时候下雪，那时候我们就是去山上看雪，然后我们那时候行程是三天的行程，然后第一天我们到山屋嘛，第二天早上那个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，那时候。天气是这样，天气就是飘着一个细细的雾雨。哦呦，就是那时候浪漫，对对，浪漫，然后有雾水，有雾水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慢慢的往山上走，然后走到雪线之后，哇，那个雾气就变成下雪这样。哇！然后那时候我们这种台北怂，看到雪就哇，就把装备丢掉，帽子脱了，就是没有啦，就在那边被雪淋。女生在寒雪，没有就被那个雪。沉冤得雪，之类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前面有个女生，她的那个身上的积雪什么特别多。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就那时候想说心血来潮去吃一下看身上的雪长什么样。然后雪身上刚好很多雪嘛，然后就吃一下。哎，这个雪怎么？吃一下。对，我就是她的雪，我就吃了肩膀上啊，然后吃。哎，这个雪怎么咸咸的？然后还有麦片的感觉，还有嚼劲。然后结果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我又再摸了一次，仔细看是头皮屑。天哪，太夸张了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有浮夸，还有麦片的感觉，真的没有浮夸，所以那个不是下雪，他在拨头发，没有，他帽子一拿掉，然后那个头皮屑都喷出来，一定是有那种讲头皮屑口感的，对对，是麦片，应该是不是那个女生她就是已经在山下四天没洗，哦，小云呐，对，然后到山上又两天，大概就六天，快一个礼拜没有洗，可以的，差不多，哇，那个头发真的是太可怕，再讲下去，下礼拜就没有你了。这是真的啦，真的哈，真的。他讲到真的哦，小云，对啊，不是糊弄的。那你叫小云姐来看一下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等一下就来了。哦，真的。说你还每天要洗一个什么剧？哦，我还要洗什么剧？洗什么剧？我自己不是阳，不是啊，什么剧？什么？对，自己讲。不是，什么剧？那里不用每天洗哦。那个。哎呦，那个没有，我每天会，我一个礼拜，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很会，就是也是会稍微一下自己画一下，也会碗具啊、餐具啊、很多具要洗，脸都红掉了。没有，还有讲他们每天都会自己来一下，是什么？哇，不是，因为我每天都会自己，就是出门我都会自己稍微这个瑕或者来一下，然后平常出门这个瑕一下，然后我就是会有这个刷具，刷具太多了吧？对，刷具组很多，但是我有用的可能。就是这么几支这样子，然后但是我都会一个礼拜大概洗一次。对，我正要问，这个保护套是那个原本就有附的，然后我就是故意把它留下，因为我怕它说就是如果久了之后它那个毛会散开。而且其实这个很好用，哎，这个你刷子啊洗完之后，对不对？你把它套回去，它的刷毛就不会岔开。对，哎，这个跟那个水果保鲜是一样的。对对对，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它。还湿湿的时候，洗完湿湿的时候把它套回去，它就会缩。那个网子要洗吗？网子我也是有洗耶，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粉卡在上面了。哦，对啊，嗯，然后蛮大量，不是很？我大概一个礼拜会洗一次。一个礼拜？对啊，但是我用清水洗，不晓得对不对？不是要用那个吗？要用洗清洁液，杀菌专用。哦，是啊，有现在有很多。但是我用清水洗，我觉得自己洗的还算。自己还算干净吧，这样子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能批评你，因为我本身对这种工具类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不是每天化妆的人，所以我大概一年三节洗一次。这么久才洗一次，我这两年没有洗过。我只有两年没有洗过，因为我只有礼拜三、礼拜四用得到。哦，那你出门不会稍微？你现在在质疑他吗？还是？对啊。
没有啊，我们要解贴身例子。我不能化妆出门，因为大家会认得出来。哦，不化妆也认得出来，不化妆也认得出来，蛮合理的，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时候也是怕被认出来，我们都素颜。对，哎，你没擦，你没擦，你是化成灰，大家都认得。哎，你在看白吗？你们两个很好聊。你接什么他都有话聊哎，爱我注意，但处女座我真的不太 OK 啦，他很爱你耶，试试看，真的，我跟他上课上一个小时又90分钟吧，90分钟，一个他大概他都叫我好在十分。然后他就自己站在旁边讲，他都没有要跟我讲话哎，没有，总觉得说他怎么是不是缘分啊，拖延时间。可是你一讲什么，他就哦接着一声，他找我去上什么桌球队，艺人桌球队，我说你那个是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吗？艺人桌球队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只是想开他玩笑，我说会不会打到最后就剩一个人？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不会啊，至少我跟你会变三个人。然后我就哇，好浪漫，真的是。知道这是我的，你们不要开玩笑，我会对哦，不是他乱讲的，但是我刚好像有听，我是说慢慢会越来越多人，恭喜，我们今天要换主题，要不要？老师也很爱运动啊，好啊，一起啊，你看又没话了，对对，而且他刚刚说一起，说他眼睛好啊，对，好啊，对，很勉强的，心不在你，是不是？